那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ta 的 SRT101 哦，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哦，还有这个Minota 的这个原厂镜哦，F.135:1:3.5 然后这个快门哦，正常可动作可以听到哈哦，不过它这个机身哦，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使用痕迹哦，可以看一下哈。哦，还是机身前后皮革是贴合的，那可以看一下哈。那这边有一些哦，这个撞到的痕迹哈，撞到的这个痕迹哈，在这边哈。哇，这个哦，快哦，还是可以动作。就是机身的这个部分，的这边哈。不过你可以如果找到人修复，或者你自己可以修复，那也可以哦，自行这个去处理一下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底片是，再看一下这个，快门正常可动作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SRT101的这个视频哈，谢谢。